芥末是什么做的？真正的芥末叫做黄芥末，是由芥菜籽研制而成的酱料，这才是芥末的本源。芥末一般分为绿芥末和黄芥末两种。黄芥末源于中国，是芥菜的种子研磨而成，是真正的芥末。而绿芥末源于欧洲，用辣根制成，添加色素后呈绿色，其辛辣气味强于黄芥末，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清香。芥末微苦，辛辣芳香，对口舌有强烈的刺激，味道十分独特。